好，我们一开始呢有一个酷的东西，是的，麦当劳的优惠券，不是这个啦，这个是杰林女神写真 Together 2022，这次是什么？男友视角，真正的男友视角，会再糊一点，应该就是素颜。我现在就现场拍一个真正的男友视角会出现的照片给大家看啊。大家长这样，好，真正的男友视角。有脚趾哦，这几月？脚趾是几月？七月是不是？道理我都懂，但为什么他的脚趾这么大？哇，他的脚趾好像放了一排寿桃哦。喂，这次日本的青森县观光宣传部门，他公开一个特别版的魔法气泡，所以我们现在可以直接来看一下游戏的画面。白痴，谁分得出来啊？可以把这一绿一黄，下面两颗我不知道，这样一样吗？对不对？一样吗？颜色太接近了。哦哟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变难了，变太难了吧？他要给我加速，他不给我操控，他自己去，他在转我，是不是有鬼？我们是不是有一些恶灵？我没有在动，他在狂动。想不到吧，阿布进来了。大家好，我是阿布玛利亚的。阿布今天戴着帽子，是因为我们这一趴呢，要先玩一个跟电车有关系的游戏。哎，平常有搭过吗？捷运？当然有啊。他刚才下班。捷运？对啊，我刚开捷运的。那你觉得有什么不一样吗？我觉得很大的差别是不能吃东西，大人的话不行，不行，连喝水都会紧张，都不行，连喝水有没有人看？喝水也不行，喝水也不行，喝水也不行哦，不要看，剪掉，是直播。喝水也不行，可以的，是不舒服的时候。你有不舒服吗？有，口渴不是不舒服、哦，有，你要装的真的很不舒服。对，然后讲小姐，还好吗？还好吗？要喝一口水吗？好，检举。我们今天呢要玩的游戏就假装你在开电车，阿布以为这个是另外一个小游戏，对不对？对，在日本的时候我们会玩一个游戏，就是然后每一个一直讲，然后如果讲不出来的人就是他输了。大安，中孝复兴，啊，哭泣大龙，哇塞，对对，猪血糕。臭豆腐，什么系列？妮妮可不可以多像一些外国人、啊？不要抢我们的工作了，好不好？先进游戏的画面好了，我都看不懂平假名，我只看得懂片假名。你这个很奇怪的，你才奇怪嘞！你这个是只看得懂片假名，小笼包。吵手，你刚吵手，厉害哦，吵手，你都讲得出来。什么？丁带红 game 呢？丁带红 game， 排骨饭，排骨丝，假日本人，出发。等一下，真的，刚真的忘记英文了。真的啊，好怀念！不要再骗了，你不是日本人吧？不要哭，好怀念！你是说好怀念？这里是不是宜兰那边？记错了。阿布车长，私ですか？我没办法现在理你。真的吗？我在装死。真的吗？やめて！おあぜん。阿弥陀，牛死神不要跟我讲。按 A 可以让他知道谁是老大。